又开始该上班了。怎么呢？这晚上该做饭了吗？对，今儿晚上这顿饭可是您的啊。哎呀，这可是大任务。你也不是非得坐在这儿啊，你也可以到厨房去支个嘴啥的啊，可以随时进来指导的啊。我你只要需要我就指导啊。好吧，我怕我那儿支嘴儿您夯了，你坐着我坐啊。行行行，好。啊，你做这么多月饼啊？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然后明天咱卖去。行，是明天吗？明天后天？啊，甭管什么时候了，明天，应该是明天。嗯，好。弄着饭呢吗？弄着呢。需要我吗？怎么不愿意呀？哼，你可以来呀。我今天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弄熟。听这话瘆得慌吗？不瘆的，有我在呢。把那个韭菜得炒软了，找塌秧了啊。好。搁鸡精了吗？搁啦。嗯。好。您这不用油太热啊，油太热噼里啪啦又蹦。反正最后都是炒熟了，这油温就入下肉就正好。别扔在上面，扔在上面。炸红了就行了吧？不行，你看内心还能看出白呢，然后你这翻一翻，贴着锅底的可能就有的就那什么了。对，放大料别忘了啊！啊，我给你搁进去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，我真不知道有大料哎。然后就是酱油、醋、糖，老哥啊，这是老抽，就是蘸个颜色啊，盐，啊，稍微煸一煸，你都有的都没沾上，这下趟可不多啊，不多就现在就出锅了，嗯，熟了已经，熟了，
葱姜一块儿搁，我连那小葱也给你爆过来，不用翻，搁酱油找色儿啊，然后一翻，葱一擦秧就出锅。行了，可以出了。啊，行了，甭管了。哎，有点意思啊。来吧，来吧，节日快乐，恭喜，节日快乐，双节快乐。然后咱还有一个三喜临门啊，恭喜这个厨艺大涨啊。什么？第一次这个。独立炒菜，先别忙，先尝。你这真算独立炒菜啊？我刚才尝，我觉得淡，特别好，是吗？特别好。我是想问问你，是今天累呀，还是自己做一顿饭累？当然是，今天累了。好啊，终于吃上媳妇做的炒菜。哼，是不是我给你做顿饭你也挺高兴的？你瞧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吃。那主要吃的是葱，对，你知道吗？葱要少了没法吃。啊，今天咱们有点什么小仪式啊？咱俩把自个儿喝大了吧？不赏个月什么的？当然得赏啊，要不是。水果都已经弄好了吗？吃不吃的反正摆着呗。叫事儿。厉害。菜是都吃了。是啊。虾也都吃了。